斩氏总需要一个对手，胖子，我们这么多年没见，得亲热亲热吧。小奥，你没搞错吧？你要和我切磋？得，收起回师！居然想强攻起回师来进行斩！小奥居然能复制三哥的魂技，但控制小奥是最欠缺的。 就是爆发力！胖子的爆发力虽然很强，但是攻击范围较窄。小奥算准了这一点。先用镜像分身吸引视线，本体持机关张蓝银霸王枪的蓄力。 第五魂技，蓝银霸王枪。还来啊！你居然连双生武魂都能复制！小三，你的昊天锤也太重了。小奥，哇，你现在简直强得变态！ 这5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？等你找到那个最想守护的人就知道了。没事，只是魂力消耗太大了。你的魂环魂骨是同一只魂兽所出，对吗？没错。但我希望你能加入七宝琉璃宗，只要你跟我回去，我就同意你和蓉蓉的事。我爱蓉蓉，我愿意用我的一切去爱她。那蓉蓉呢？ 我也不会放弃蓉蓉，无论要花多长时间。岳父，这又太早了一点，跟小三一样，叫我宁叔叔吧。啊，宁叔叔，哎，蓉蓉，蓉蓉。看来大师的建议是正确的，大家在一起每天都很开心，没有压力就没有修炼的动力。 自从回来以后，坦白说，我一点修炼的心思都没有，只想陪着你。嗯，我也是。 三哥，我们这次可是满载而归哦。 这些矿石都是如何找到的？哈哈，拥有七宝琉璃塔武魂的魂师，有着极强的鉴宝能力。他买的这些矿石被混在一堆晶铁之中，老板根本认不出。这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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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着。这是老板送的。所融化只能依靠活生生的锤炼，无论是您还是我，或是楼高大师，现在都没有这种能力。 小奥，你保护他们，一切小心。大老大，我们走。小三，你没事太好了，我们一直担心你。